现在这个党内共产党啊，说中国人最歧视种族的就是中国人，最是对自己人狠的就是中国人。我现在所有的对美软弱无力，外交软弱无力，杨娘娘也快被抓了啊！杨娘娘一定会被抓的，杨洁篪一定会被抓的。记住我说的，他一定会被抓的。我今天告诉大家，他曾经三周是被双规的，完全消失。我说的话外交部知道，他一个字儿都没有签过。三周的时间全是王沪宁签字，到今天外交也是王沪宁说了算。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啊，然后让王沪宁先回来工作，是为了这个国际上现在这个影响，但他最终一定进去。王金山被软禁，孟建柱被双规，傅振华被双规，孙立军被双规，那杨娘娘一定会进去的，那吴增是一定会进去的啊！这是一个上海帮啊，盗国之帮啊！那江志成一定会进去的，江连恒一定不会死在这个院里，一定会死在监狱，咱走着看。